第一条就钓到大雀雕。哎、欸，这里屁股还有一个点呢、欸，这种。这里啊。这里啊。哎呀。里面有。里面你还是有一只看。对对，我再这个点哈、哦，我已经经营很久了啦。这个点、哦、我都知道会有什么鱼。但有时候会来赶啊，妈的，那个假日早上都会来赶、啊。我跟你讲。我跟你讲，今仔日吼，三点鱼来一抓，啊，我钓鱼啊，我一定会把那个捞网弄出来，钓组啊，阿波到钩子大概120公分，钓了15匹的鱼，好好吃哦，对呀、啊，这里有鱼，去哪里？如果有的话，你 SI 打下去，它就那个。然后这个地方有很多那种臭肚、大臭肚啊，变形扣啊。你都放大概多少？我都钓，算漂啦。哦，没有很重要。没有，因为我想要钓黑毛跟白毛。我跟你讲有，躲在那个下面。那边礁岩，对，它现在就是风很大。对，今天568嘛，那风很大的话，你抛到那边去，一下子，除非是北流，不然一下子马上就过去了。过去就中了、啊，要猛了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它、啊、这里在地鱼很少，这里都是回游性。它现在2点多干潮底嘛，对、啊、那现在大概涨起来3-4分。我在这里还有钓过那个蚌啊，这么大，没有那个钓声。这个地方很多人在钓，就这样子而已。这个就是黑毛的钓场，这个是钓乌鱼的钓场，它也是钓黑毛。要刀住，比如说乌鱼在下面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感觉它也在吃，然后你要那个杆尾巴稍微拉一下，因为你没有拉，你勾不住它，你一定要拉。然后现在这里在抓鳗苗嘛，这里在抓鳗苗，等一下会从现在开始一直出去，出到晚上。天黑了，然后他们大概抓到11点就回来。这个蚂蚱哈，下面都有躲鱼啦，只是他不来吃啦。那个整个那个体的凸体那边，还有那个一字体的那一边蚂蚱哈，你钓那个蚂蚱旁边，然后施加诱饵哦，他会出来吃。那就看你钓到大条小条这样，因为这里玩黑毛的人不多了。啊，我就囡仔大汉啦，跟阮某两个，阮某最近就爱你了。天气一冷，对不对？一波两波三波啊，那个黑毛就。像那个地方很少人会跑到那里去玩，啊，那个蚂蚱，那个蚂蚱有没有？下面都有很多空间嘛。啊，你要稍微控制一下你的线组啊。那有时候你钓漂的话，比较不会勾。我跟你讲，粉鸟林，粉鸟林那个港有没有？港的走出去，它不是有一个礁石？对啊。你去那个礁石上面哈、哦，钓港内的蚂蚱，下面那个黑格都很大。哦。那边不好爬，后来就是在。不会不好爬，那边很好爬。就在平面上而已。那边算好爬，因为我以前有去钓过。它这个白白的这个。就是在引诱。
效率哦，花很多成本，这个效率是比买的还差啦。就是得到的心灵上的享受是不可以用金钱来比。有时候你那啥打下去都没鱼，对不对？反而是好，因为代表小鱼很少，所以它小鱼很多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这里要抛饵之前，这里先打个两三坨，哎，然后抛前面一点点，等它钓组成稳了以后，再慢慢拉回来。没有小鱼，将来怎么会有大鱼？我是很多地方都去钓过的，像那个什么外岛、离岛、啊、马祖啊、彭佳屿、基隆屿啊，澎湖哈，其实都是热带鱼种，比较多。大家钓的都是可以吃的老大鱼，有没有莺歌啦、臭肚啊？哦，阿伯的是黑毛，澎湖的后唇黑毛很多，高吨啊。啊，咱台北这边，咱宜兰这边的拢是菜毛，啊，比较输拢是红皮啊。啊，前面这里有下面有一层的那个蚂蚱。对，然后那个回游性的都是游到那一层蚂蚱，然后就往那边冲。所以说你要钓活虾，要抛超过这一层。那个阿伯我认识啊。那其实来阳光阳的，哎，他为了钓鱼在头城一栋买一个房子的。他说他住头城，一听到大英河。阿姨为了钓鱼在这里买个房子，我跟他聊过很多次啊。他有时候我钓的不好，他还会拿鱼给我，因为我要钓的东西跟他钓的不一样。他说：“南极虾嘞，你都有黑啊？”你都有黑啊？其实南极虾哈比较钓得到黑嘛，跟那个白毛。啊，活虾哈就是钓回游性的，跟黑壳那一类、石斑那一类。那一天，我有在钓鱼人泼嘛，泼几张照片，这个就是暖泽啊，暖泽做鱼丸，加着加掉呀，就那一天的啊，老家呀，都是这里的啊，永远认为这里没有黑马。其实这边的感觉跟那边差不多，只是这边比较浅，那边比较深。哎，啊，他们那个钓那个什么嫩西亚的啊，在那边收获都不错。不是，他们都勾那个石目鱼、小鱼，用那个叉。因为这里下面是沙底的嘛，啊，要来赶的哦，啊，怪不得。啊，外面那里，里面那里可以吗？我是现在开始都不行了。不怪拢无人，你们主管现在比较最近这几天的比较那个。我知道了，大西夜台已经开戏了，大家拢怕出事啊。现在很多地方都不能钓了、啊，之前都可以钓的地方，现在都不能钓了、啊。你要走了？哎呀，要走了。
然后往北走，看哪一个岗位掉下去掉。不知道马钢那边应该可以玩一下。是啊、哦。哦，谢谢谢谢。没有没有，前面好险。啊，它有活虾，以前它有时候有小的，哦、啊，现在小的都很快就卖了。对，因为它100块很多只。啊，我今天是买那个大的，都可以炒来吃的。好 ，OK， 好。好，欣慰欣慰，拜拜。等今晚我们再来下小，钓个鱼他妈的会赶来赶去。